الذين آمنوا وعملوا الصالحات وتواصوا بالحق وتواصوا بالصبر. 备注大概有多少？真的快了吧？是的。知州事庄孟氏任个独在沙威当中，那么当今地球上都是都一人。都在沙威，都在自我毁灭当中。至于哪些人不沙威呢？至于鬼心珍珠，苏海上和他们摒弃理性摆功啊，感情力计较的上功。那么《古兰经》当中，每当把提到鬼心珍珠、苏不罕那和他了，那么就都把这个啊，刚上功、心上、心到运气、心上是相提并论。啊，每当提到鬼心珍珠，然后都把心上相提并论，并且以忍耐、以精忍啊、以真理互相勉励、以忍耐。像主播这样的人在沙威的人，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啊，我们这个英方的贵宾来了，那么就是我们也就啊这个也顾及到啊各位贵宾的长途旅行疲劳等这些的顾及了，就是本人的真理啊，真正的实在说按地图按那些话，那么叫美的话就是敬重，那么就是这次啊，除了呢这个各位两百多位客人的话啊，有这个各个方面啊，这个各种知识层次、各种这个认识层次呢，一些能力都是比，那么也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的话，就做一些叫美上的一些交流。那么就我们也啊这个啊就不客气其他的东西，那么作为我本人，那么就是三家村这个地平上的这些都是你们就很清楚了啊，我在你们三家村的话是待了7年啊，那么就是其他家嘛根本都是你们这个不大清楚的，因此为啥我常常啊几乎每年都会去看看乌石头，看看好啊的啊，那么就是啊，我经常说啊，微商的话也是我本人的第二故乡，还有我们叫乌石头几位都是从那边学习过来的啊，我们经常啊在这多年的交往中，接触到一些人提到微商，说到做生意买卖方面啊等等，说到这些啊这个啊也一些多数的一些看法，我们这个都啊做开放公正的一些评论，那么就我们大家的话啊，就看待任何问题要开放公正的来看啊。那么就我说这个啊，在做生意买卖一些方面啊，这个违背交面的方面是不会，这个就针对他有需要。但是在我们云南还没有办学，我们地方就哪怕抓点事情，地方还学还没有开始启动，那么就是。大地为山啊，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很遥远的啊，那个时候是要四天才可达到的地方啊，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就听说那个地方是小满开，那个地方的教会很好，我们就投奔那个地方去学习了啊。那么就是我去到三家村啊，今后休学4年，留校教学3年，那么今后再了7年，那么就是也。就真正的回次啊，所这个赞助我们成就供啊供给我们成就的各位都是的啊，那就是我本人回来了嘛啊，就是我本人回来啊，一直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维持交通也还是到现在了，这个是我21个年头了，那么这个就真正的尊称就真正的二有需要，那么也就我们修来积极能够回到这个地方来维持交通，那么就是首先呢啊，追踪这个树林的话，这个扫卧还是你们啊微商这个地方呢，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各位老乌石头很清啊很清楚的各位啊代表当中的这些乌石头受过他们的教育，听过他们的话儿子
今天晚上啊，我们做主这样的，那么就信教们，刚才我们引用的《古兰经》，真主是不喊他不会喊了啊，已经止住人伦的话，道理们是在善本当中，只有归信真主是不喊他不会喊了，并其心上，并以真理和人呐互相祝福、互相勉励的人，再不让，再不是善本的人，再不吃亏。那么地球上，大部分人都在吃亏，那么只有归信真主的人，那么就机关资料统计公司的十三四亿人，那么这十三四亿人当中，那么到我们云南有很多地方，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不理办不知道，啊，他的草木主是谁，不知道他的公鸡主是谁，啊，不知道他的化油主是谁，不知道大小姐不知道。啊，这个伊玛尼的论文他们就知道做正义清正义，那么这一些人的话，你看这个称穆斯林的话恐怕他等于他打了一个问号。那么说哪怕今天啊，我们听是该是多以穆斯林啊，这个名称上是穆斯林真正大代表的有能的有多少，那么我们传统版教门呢，各个地方自以为是，自己认为自己的教门已经到位了，已经到家了，已经不错了，那那些地方那么真正的做对了呢也有多少，这个问题也是值得大家这个慎重，值得大家引以啊这个啊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那么因此呢，其他的更多的东西不讲了，就讲讲我们这个是多年在我们啊本家马尔德上传教会呢啊这一些情况。那么就这些呢啊，我们这个传教会的这一些情况。那么真主苏不罕的呼喊了，在古兰经当中有明文指出，真主苏布罕的呼喊了，对穆明大众说：“阿乌比拉米纳沙伊巴努拉吉，瓦玛阿塔库姆拉苏鲁法库鲁，瓦玛纳哈玛阿努法沙，凡是钦差命令你们的，你们当遵行；凡是钦差禁止你们的，你们应当引力。”那么这一节阿雅真的话，真主他阿留已经对穆明大众指出了教门的隐在性。那么我们信教门不是在根据个人的想象，根据个人的这个啊一种主观臆断、主观判断，不是在这样。我们信教门是要根据听经或圣经的指导思想。那么我们从求学的时候一直到回来啊支教办教会的时候，疫情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很多人不理解呢啊，这个马森光不是说的话啊，他也别留不休啊，也别受过王后地办的这个影响，这个他现在也跟着王后地办好了啊，有这种流行的这种话。那么我们原来在求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重视一个隐在性的问题，信教门的隐在性要应该按照古兰经或圣经的教导来信教门来办教门，那个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啊，只知道就是啊，传统的这个啊，这个阿布哈尼法的这一部法学，按照这一部嘛啊，我们是大英王阿布哈尼法的这一套，我们按照这一套来行事就行了。然后回来了以后，有很多东西啊，也不会查找它的原因，很多教门上，
周评论的东西实相跟总实。那么就是我尽管提到基本问题都涉及到我本人，那么就并不是在说是我本人有不明了义，就是涉及到我们一些历史问题，我们地方上这个当时。那么一般人认为领金们这个领金人们只要做一个套子一套这一套我们就差不多了，高高高的东西他把捉弄到富的人们当然是非常了不起你们就是一般人有点看法。事实上今天最孙男的这些都是一边拉一边干所有人清北秀珍荒朝那儿的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都讲我们说回复当时那些清北的那些大秀珍们那些清北那儿的人们在当时的那种休息条件那种历史背景那种环境下能够把教门翻译成中文传达给这些多斯基传达给当时的教宝们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我们回来一会儿的话就是很多这个在信教门们这些方式上都是按照传统方式那么按照这个有老北抓个风，抓个风，人为风这样的话就是养风心一边带，大家这个在敬重当中威望很高，大家很尊重，做了点他们了点，他这个做那样做那样，这一些按照传统衣服，跟地方实力、跟当地的实力、跟一些那样这个传统实力一样冲突一边带，也就随波逐流。这样的板脚妹是哪里随波逐流这样的板脚妹那个时候我没有没有认真引起重视信脚妹的话是要应该按照古兰经和圣经这个问题比应该的引起重视这样的老百姓是咋个信呢这个问题这个李二代是咋个立朱马是咋个做也不可问神二零三六是咋个做古兰经是咋个教也是应究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还是有些勾起头绳还是有些尸位所藏还是有些望夫吃身说刘天他就吃油香吃油香说吃鸡腿吃鸡腿煮说脑海底不脑海底就这个就轻松不轻松那中间的红心养红心一个的这个庆北咋个琢磨咋个琢磨然后陶飞二咋个琢磨找我们咋个琢磨在印南来说可用了陶飞二只要找我们这种琢磨就差不多了那个时候别去探讨别去认真研究我这个问题思想上人为就是板脚妹就是这样办了后来的话是直干人住宿不还能和他有引导一些留学生进来孩子们回来把一些正宗呢入大部身心然后正统呢发秀官兵这些带进来我们再开始教授相战兵教兵秀兵应酒兵探讨然后再加上我们本人我本人两次的超板制可是咱们当时有几本是编码就是背经书啊比较近的这些经书就骂经骂了我们在这个我说呢在老几个我也讲过我说我们在中国在我们地方上还是算个五十多算个秀家了吧不晓得算个算个二零可到沙滩的话就不定一百的不会低啊我们不到沙滩在浩然在曼泰在麦地那边一百的看看寄到清修地儿给那些傻爷和一模我们的礼拜方式忘记别痛呢他们到底是他们真错我们说我们真错呀到底这个事情这个我们说个计划的话小话西拜一会不死多一会就在靠儿就会来咱们差不多两个月回来的那些板子进步不错他重新干了就是身体真错了那些板也不大重新干了重新一错了重视这个他自己的单方面运动
叫麦克马多斯听啊，我们中国英语圣人一般多公里，世界上英语圣人从老法人算了是在1400多公里。那么中国呢，教门很多东西已经走平了。现在做357之间的话，是中国儒家的东西。啊，前几天我在几个地方还讲过，我们有个朋友，啊，这个他啊，这个妻子呢临时属于寒暑，请教呢这个，给到他们这个有物件的病，就说是啊，他们搬房子啊，请师傅来开经。后来就私聊一声，请来那些讨论过许多多那些啊这个公司，还整几日呢那种四周人啊，我们问过了解过四周人啊，这个四周人的话，这个寒暑啊，先这个三日啊抓个走，七日啊抓个走啊，四十日啊抓个走，中国的很多东西已经不知不觉的创造了儒家的东西，等于说已经把外教的一些东西传进去了。这个东西不是在消失啊，哈尔迪斯命问真正的实在说满台上班还没高明反复还没弄，所以模仿与活命族它就是在活命族之地，所以模仿与活命族它就是在活命族之地。那么我们中国的教门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做错，而且我们喜爱真正的实在古兰经也明文，真主苏布哈尔的呼唤他哟，对魔神说：“魔神啊，你对宗教经文说，古里因昆顿图哈尔布纳拉，凡特比奥尼与哈尔比布库蒙拉，我也不需要来跟祖努分。”真主他哈尔有叫魔神对教僧们说：“魔神啊，你跟他们说，如果你们喜爱真主苏布哈尔的呼唤他哟，那么你们就跟随我。”你们跟随我，真主就喜爱你们，并赦饶你们的罪过。那么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方式，的信教内的方式，都别照着圣人的材料我们做的。另外，我们这个为什么啊？现在我们要冒了多大的风险，说内心话？另外，我们还没修到家的时候，我可以清晰的这样说。我可以直爽的这样说，我还没学到家的时候，还没懂得这些问题的时候，从我们地方出国啊，一次是一次都得好妈的定金回来啊，所以那种方式太少一般。平时我们一般记者有很不喜欢说三太守这句话，现在有很多人用三太守这句话是讽刺性的。那么就是我们有一些同学回来啊，所以那种方式。一般的话，我们还有点看不惯，很思想上还有讨厌。那个时候有这种思想，就人家哪有吃不着。那个时候我们还有过这种问题。后来我们发现的话，通过大量的哈尔迪斯观察鲁大陆声音学习，那不管在哪个地方的穆斯都动产就说啊，啥哈尔穆斯林，啥哈尔不和穆斯林神经体不好的神经体。那么在这里我可以大胆的。啊，这个肯定的说一句，穆斯林圣经上和布哈里圣经上，就表达一段传述圣人礼拜是太什么？鲁大布圣经最著名的两大穆斯林圣经、布哈里圣经啊，如果你见到哪位找在这时候找到了，来问我，是最著名的两大部圣经上表达一段，没有一段细数圣人阿里斯勒姆是太什么礼拜。那么圣殿的灯火1300多年被熄灭过，圣殿的讲话都被停止过，我哪里会可能圣殿做错我们地方因为圣殿1万多公里1000多年的地方会做错会做错了，圣殿们做错了可能啊，这个大家这个来知道脑筋想想这些问题的话，看到圣殿超而知的人们啊，只要看到圣殿一声圣地礼拜是咋个礼法，就咋个章法啊？那么就是你主摩尔你祭拜啊，礼拜后我们一个团队的和尚呢，很多和尚们我还来跟他们开玩笑，我说这个伊玛目朗了，我们要跟他们立了20多日的拜，这大多我们做出的多尔啊，就是
在乎你很多事儿是跟这个做人嘛，给哪哪日哪饭拜佛啊，哪位一毛们带哪米哪阿米哪这个天神或者一个人有点病嘛，啊，没有这样说嘛。这朝儿子的话，除了尊珍珠大二流的命令，这个是主要来的负担。其次的话，就是让你去参观神明的教门，去看神明是咋个办教门。造型教门那个是珍珠大二流保护的地方，世界上的超级大国都不敢染的地方，任何这个啊珍珠大二流万般带下来不靠那阿弥陀，凡进入其中的人就能够带到阿弥陀，导也不敢对准的地方啊，是那样的一个态势啊。这个两大神地是珍珠大二流特别保护的地方。到天方就哈尔迪斯坦习俗了，到天方到毁灭的人的话已经了归了，但做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出行用的。现在的话就是神级的地方的教门，我们朝儿子的人们家去修那个地方的教门，这样的话主要是在看我们不能够入了花门井底之蛙自我陶醉啊，那么我们地方是小门槛呢啊，那么我们一是大营是小门槛，我们大理刷砖二营是我们啊，刷顶刷砖而已，小门槛啊，我们微商是小门槛啊，那个在自我陶醉啊，我们的教门做错的多，已经偏离这个很多了。那么教门它讲银子啊，教门不是在这个古兰经里面来塞比亚玛尼一部，完了比亚玛尼亚还有。教门的话，突然间你们珍珠大二流说，教门不是的，按照你们的想象。比如说到你住木尔班，啊，你十六班，啊，那八班，那么按照神二十三流的做法的话，就是，啊，这个住木尔日一进门才知道一两班，清和清真寺的办公，这两班尽管是哈尔迪斯。甚至哈尔迪斯坦说你们任何人进到马赛斯坦不能坐下去，给他自个坐下去，毕竟你的两班主和清真寺的办公也一次主马尔日非二零三六您的糊涂班突然有个人进来就跪下去了，你糊涂班是庄重的，那个手下手的人一个都不能讲话，真正的施加定下糊涂班来说，哦没人，你能算了看他还要别离了，那个说别离呢非二零三六你们办公啊，我熬侄子，你站起来，你紧张点儿。你的糊涂办的这些人停下来就注意。那住马尔日的话，进马赛记得以后，不管哪方办，进马赛记得进到马赛记得的话，慢慢坐下去，一两把，除非是你的班干了，你就不能入班了。如果你已经入班，你是班干的话，你照样照常把它理完。你两把三两三摊儿呀，比你以后的话，住马尔班干起。你可以就给他比较站起来了，你这个那个时候站起来就是虽然他神人比较多，很多东西我们看作虽然真正的施加阴江的时候就站在阴江看，假如我为什么站在这儿，站在这么亮点也是对应的这个虽然也是对应的真正的施加的伤心。那么出门的话真正的施加从我们二零三百万就定班干，不要求长期了，那个时候你已经摔了很大还要离完完了以后班干的话那个时候你给他摆个了，那个时候主官儿摔了他请给他随两班，那么就两把主官儿就到了啊，然后这个外行李你忘了人齐了，一毛不上来你糊涂办，听糊涂办很重要，听糊涂办就是等你相当于两百百公司在我们，而且不能讲话啊，大家都是很熟悉的那段那段哈尔迪斯啊，这个当一毛姆啊，这个啊蛮高的萨尔比米安随的啊啊，我的一毛姆也是不发的喇叭，我们喇叭我的一毛姆也是发了主马克喇叭，说虽在一毛姆里糊涂办的时候喇叭在里面的同伴旁边的人说，哎你好讲话了，这样的话他不算讲了不义之音啊，那么虽然那个时候讲了不义之音，他的主母儿算不带着别的啥我说他的主母儿，那么主母儿的糊涂办的话就是
啊，我们这个现在有病菌大军，哈尔基斯有灵门，非洲海上有灵门，那么你要用非民族军来跟我们一应，甚至他还有台湾青菜也属于非民族的人，要用非民族军来跟我们一应来弥补主办，那么大家听得懂。那么很多地方啊，就说实话，中国人的主办那个是不能讲中国话啊，是不能讲话，下面的高木不能讲话，高木不能讲话，讲这话的话影响互助办的这个效果，那么你的主管上不来。下面的高木不能讲话，下面的李毛峰的话要用高木听得懂的语音音讲，那么听得懂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听得懂汉语没有汉语，那么大家听懂。那个时候的话，就是高木不能讲话，李毛峰的话要充分的达到音讲的效果。那么互助办完了以后，就是两百法里转。两百法里转立了以后的话，真正的施展从我老公二有三百万步，有时候那么回家过一两百岁那他他死一会以后啊，我老公安躺死了五年以后，有时候他为什么回家过一两百岁那他，有时候他为什么就在中国儿，就在麦三时代一说你死吧，所以那他两百公里。那么有些人就是啊，我想那么多离的也好呢，办的多离的也好呢。就教美不是在根据我们的想象，教美不是凭想象，是凭坚定的证据。不能千万不能说是我想呢啊，我想呢就历史路办好，医保办好呢，不能这种的想，这样想就错了。教美不是在凭想象，真正的实在在刺朝阴说的时候。四朝英寿王最后颁奖的古兰经讲师分啊珍珠苏巴哈尔和他还有讲师的这些古兰经而我们让你们谁端的问题啊你要买不买不出来供地买不我还是买不出来来供你二买地我还对不来供你一次两买地呢说今天我已经为你们请没了你们的奖励为你们实现了我此刻你们的恩典你谢伊斯兰作为你们的教会也就我们这个教内的话在真正的实战从我们二零三来呢在什么时候已经清没了那个时候已经没了何时候在你发道古兰经是反之死海尔结中他把在啊香港啊这一些发道国家这些地方啊这个欧美啊第一世界国家古兰经使用在第三世纪发展中国家非洲南非那些比较落后的那些地方古兰经仍然使用古兰经的海尔文中国近些年乱的是依法治国现在已经发现光依法治国只是指标不是本现在的话已经开始倡导国家主席的话已经倡导一代治国我们的教会的话就是一道代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制度，而且是一个完美的生活方式。教门就贯穿在生活当中，生活就贯穿在教门当中。那不光是家庭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啊，这个尊重妻室、尊啊这个重视儿女的教育各方面，都贯穿在教门当中。教门就包含着啊生活方式，不能够凭想象。华夏民族也不在轻易经受先说是投机取巧啊把不理科技能把这事儿来发生啊这个啊或者是啊幸福所在里面经营这个现在很多人啊现在很多很多物质的好物都是出一种投机取巧的办法先说是尤其是城市更为严重城市现在一些古代的钱了腰包满起来了清湖所来民间一千个包五百十万的 ID 啊现在包五十一百两百上千的都有金代之马跟你说那么就他的目的是啥呀说啊我们稍微稍微那么我们还说清来的话那么这个啊就是 ID 啊多包点那么这个载人的起多的但是将来那个会啊我不要这个地方那个是因而道令自欺欺人啊都是你们到那个社会能够起作用那个是我了他是我老子他都为止了我不老子任何干罪的人都不能够承担别的干罪的人的罪在
一个亮亮的一个挺难得的一个。大家熟悉哪呀？那要买飞鹅的买鹅米呢？黑鱼啊，鹅米好。父母弟兄七十二亿都逃离了，每个人都有一件事，跟他忙的事情，那个时候他已经忙得不开交了，已经是无暇顾及别人了，给我们他的日子。那个时候，我们在平时给我们在马尔代上的保姆讲，我们就说是，我们啊，为什么当初奉行带领大家按水难的方式行教美啊，也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也对一些人不理解啊，到底这些人都是标新立异，这些高薪啊，实际啊，说薪的话，真正讲比的儿子这种才是薪，是一种啊，新生一端。按水难的方式，这个在西班的话叫三来分，三来分也就是最高端的那一派。是谁二零三六世的那个三大人是最孤老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那么我们也就是甘住在人中道，那么也就是啊，自己修在自己，那么东在体边的话要带领大家。那么哈尔滨思想说啊，这个一个地方的衣帽是牧羊人，家庭的家长是牧羊人，困了困了二个，困了困了四五个，然后二爷弟弟。那么就我们作为牧羊人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大家可相合，作为一个负债人呢，牧羊人的话应该是把他的羊群放个安静的地方，有水草好的地方，不是在听之任之让的不行要求地上温馨的地方，不是在这样。那么就是啊，倡导大家遵循呢，倡导大家应该孤男神行性教美呢，一毛的话应该都是有责任感，都是有责任感。否则的话，就是为什么啊，招了很多人的攻击，招了很多人的不理解等等。那么刚才讲到祝母儿呢，依法祝母儿吧，孙男的方式是两百甩流淌，他还要两百发的钻，然后再打钉。那么第四把两百一盘呢？第四把星星发的钻发的，发的钻请跟在孙男他，没有孙男他。那么说传统的方式就是路法啊，你的祝母儿的路法，看你别人是法，那些人就是我想呢，多立几把没也把好呢。啊，平时我们丢家铁板啊，玻璃里面也好嘛，不能说是我想的。像这些是啊，我们中国是道路的哈尔滨啊，一些说是啊，我们中国的一些东京的人说啊，是战争国家，就是用这个词了嘛。就实际上，中国现在国泰民安啊，中国现在是国泰民安，太平太平盛世，和平盛世，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咋会内用这个词呢？也是啊，我们中国是啊，这个多路哈尔滨这个啊，你这个祝母儿的话，他算不得，就是啊，偏身你想着双胞心点儿啊，一些是这样说，啊，一些是这样说。那么《古兰经》里面，事实上没有这样的规定，《古兰经》里面是大家熟悉，出来祝母儿讲，要一下子对哪块木？你在路边里说了，今天要你了，祖妈快烧一了，人可以了，我在路的白羊，那里头还有那东西啥来着？大家熟悉哪呀？啊，归心真正的人嘛，当祖妈有人号召你祖妈的时候，你赶快忙不及命，忍住放弃手中的生意慢慢，不管工作啊，生意慢慢放弃，那样做对你们是最好的。那如果我们说是我们跟他自个的祖母儿离了算不得呢？可是我们自己啊，自己从母命的这个汉屋，温馨真正的这个汉屋里头开出个自己出名个，珍珠当然留在古兰经当中，也别珍贵老老板的温馨真正的人，也别珍贵中国的温馨真正的人，是珍贵秦时代的温馨真正的人，是的，广泛的号召温馨真正的人嘛，当祖母儿是有人号召你。来吉祥珍珠的时候，你放弃生意买卖，赶快给吉祥珍珠、吉林珍珠。如果我们说是我们给他自个的祖母儿，那么就是，那么可是我们自己就把自己从无名的这个行业里头排除了啊。那么就是在我们会给他自个的，那么珍珠当然是公道的嘛。我们中国的公司也是，
庆山就是全村的论文嘛，应该也是自家的货嘛。那么姓蒋的话，刚才讲到古兰经在宣扬以色列的历史归真清晰啊，古兰经命名就是蒋的一定清美了。那么由于历史原因，什么时候创造中国，什么时候真正的施展的礼拜方式被人们进化了，什么时候真正的施展的礼拜方式又被人们增加了，又无法摆脱真正的施展就表达的双耳把集体做过度而战斗在摆脱表达双耳把做过度而这些都是一会儿的司令人民经大兵等级都是有精兵等级。那么但是后来的人们慢慢的教会，我举个例子啊，真的是我从这个三角村打回来200个买一盘的瘦肉吧，去咱们干了。在三角村收到一波户啊，哎站起来叫俺一两百多司机啊，这个是那你看他们是那外一方那么商量如何如何啊，然后我回到那吃我没不去探讨可能这个真实性，或者是可能有意志性，回来以后我感觉好的，然后一尝到大家说哦，我公司都从微商发回来我是好啊，我也能大家我也能让人幸福啊，谁人给做过没做了去办做，谁人给叫你做啊。现在在发现就是我们在认真研究哈尔滨思想找不出遗迹了啊，这有关一些异端新生的事情当中提到这种中华习俗了。我说这个异端的话是我带回来的，我信息来的，在我有生之年啊，我怕把真正的这个我就取消掉啊，那么就是大家这个知识这个工作啊，那么就是那很多异端，很多是红人的海瓦纳夫斯很容易滋生，所以哈尔滨市民们就在末尾时光，虽然他被泯灭异端神性的时候，最能够恢复一样神性。那么他一段哈尔滨史书是他有50个陕西丹的经济，一段哈尔滨史书也有100个陕西丹的经济，为什么呢？他就是奉行老实话，能老实话，不被人们理解，被人们攻击，被人们谩骂。那么志甘珠真正的引导啊，我们这个通过学习听经神性，在小代教门，教门的印在根基应该按照古兰经和神性来信教门，这个是最根本的根本。古兰经和神性上没有呢，那么就通过啊这个达到一定的清晨的修斋啊，作为根基古兰神性，作为回避第二次，但是首先啊根基古兰经神性，古兰经神性上跟大家最后发生的事情啊根基古兰经啊，推理判断，推理判断，推理不出来那就啊，不然神仙咱也教不做到啊，那这种情况，那么就是一般很少存在，那么就中秀家以界定，那么首先是根据不然经过神仙，不然经神仙上提到那要不加我们尊心啊，我们不能够啊这个外开不然神仙来信教门，因为。信教门，教门成立呢，根本条件是两个，第一个是清晨的念他，第二个是按照真主的施展，从我们二零和三来嘛，教导的方式，有些人说是啊，这个神人在世的时候并不准基督神行的神行啊，跟存在跟脱靠啊，有古兰经的这话大佬就是，我们地方有这样的说法，有一部分人的话啊，对哈尔滨斯有一种看法。啊，这个事实上的话，他们错了，因为这个大量的哈尔滨史实跟神二零三六信仰不离的那些神门弟子放手下来了。那古兰经命文上是纲领，神性是习在，神性是基啊，是主干古兰经。古兰经上说，你们例行办公，往哪听过的礼拜，一日礼几饭，一饭礼几把，这些的话叫。要哈尔滨斯来补充，抽听课一定抽机会，你会抽多少百分比的多少，就需要哈尔滨斯，需要神经，那我需要哈尔滨斯。那么应该按照古兰经，
那么真正的实战的归真性的哈尔吉斯丹中的话啊，这个讲到了哈尔艾库比孙呢就我孙呢就呼了翻译罗斯比那个马哈丁的名巴尔吉他们三户比好我儿子尔雷哈宾那瓦主我一要不我马哈德萨提鲁姆发音呢困了马哈德萨提比达我困了比达得了我困了得了的困了真正的实战的什么哈尔吉斯就尽保认为说你们一定要紧抓我的孙男孩紧抓我的神经紧抓我之后枕头们神们弟子们呢倡导神这个神性神人之后枕头的神们弟子的话就是四宝三二观四宝三二观然后的话进来后四宝三二观呢那两大头三大人以后呢就任凭朝王就你们一定要紧紧的咬紧大牙咬紧牙关我儿子玩了以后并奶娃之子奶娃之子这个是老板要大要啊你们对尊孙呢他对尊孙呢要的大要要的要啊啊紧紧的要呢就收拾妥当的中不能丢了丢了丢了就会熄灭啊啊紧紧的要的要啊你们一定要尽放脚面当中新生的事情放是脚面当中新生的事情不是一端放是一端不是密用放是密用不会到内法呼应这个神中的实战我们老法人给我们讲的那么我们把脚面的话千万不能够品想想也不能够就是比如啊这个我刚才讲的话清北那儿的摩衣啊他们这个大高板中啊他们的那些这个啊庆北的这些受战的中心他们为的话满城莫及当时的话毕竟他们是人他们用当时的历史条件所行那么我们地方出过很多大受战当时的话这个战乱的清真寺一些还一些拿等物了小等物了拿这些这些是哈尔吉斯命运私人家的唯一希望更何况是清真寺那么当时的这些受战的人还是有危难之处还是有当时的地方实力啊难以忍人难以那个还是有的历史北京中国的清真寺啊在这个曾经有啊冯景王朝时候是强制性的是金光行不能行将强制性的要改成中国儒教佛教寺庙的这种形状在中成立后在的话不准进展那么在这种历史北京条件下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就包括陶德海上一些观点也是这个高高把他们的个人主张我认为这样我认为那么但是四大一谋独有明确的标识就是凡是你们发现我的因此以哈尔吉斯以神性不然神性以哈尔吉斯冲突的你们遵守哈尔吉斯放弃我的神性放弃我的主张你不要把我的主张全部记录下来欢喜我今天这样说命题我会推翻这个是个人主张是有实际就行性只有古兰神性是防止死害而结追是永恒的真理那么我们信教会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按照古兰神性的做啊不能够忽略古兰神性丢超而知真正的释迦牟尼佛法两个三个汉在弥罗的话主弥罗的三日一刻到弥罗头日主了一万神第二日主了阿尔伯达姆斯达拉发挥了在弥罗都是金光的一把冰的一把在阿尔伯达的话跟姆斯达拉发是金光的一把有冰的一把我们一个团队呢西班的一些耳知啊叫他们金光和冰的一把能不离得到团队哈走了等到我们地狗上还变离呢给这个释迦的设计教的已经教导你了出门你这个出门人的话去到一个地方去该金装的金装该当地发绿的当地发绿的马说啥出门的多你们更好的嘛你们说出门的多你们老了老了那么很多人出门啊你们就是他不方便你们他就会跑他就会形成一种为脚面的盲带就会头套啊这个就会啊这个为脚面就会难以理性了那么真正的释迦所做的每一样都是非常优秀非常奥妙的那么就是叫上宫北成立的条件就是第一清晨的念他第二按照真正的释迦指导的方式做我是麒麟的老几刚的应该我记得这样的例子
基因的都是基因传授的一个因定啊。或者基因定数，你认为一个家庭的父母，或者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校长，教他的娃娃，教他的学生做一样东西，教他的娃娃和教他的学生啊，你要去五块，你要去四块砖头搬到三楼上。如果说了马上就照着做，这个娃娃就是个好娃娃，这个学生就是个好学生，在第一个时间内一定帮你变身，就一定帮你教，说了就是把你说了马上就懂，立竿见影，就是最起主人喜欢的，而且得照着做。如果这个娃娃说是啊，我等一下还要做，或者是说是啊，你叫我搬四块砖头，我搬八块啊，你叫我搬三楼，我搬到六楼啊，等到下来，这个娃娃肯定不会带到老师的嘉奖，也不会带到父母的喜欢，遭批评，批评了他还委屈了。啊，那为什么你叫我搬四块砖头，我搬了八块，你出双倍？啊，你叫我搬三楼，我搬到六楼，你出双倍，你还骂我怎样？就因为你不按照父母的意志一一个做，不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一个工厂呢，啊，一个工厂的厂长安排这个整个下属啊，做一个产品，你就看多少尺寸，放多少尺寸。你莫想着说是啊，打三个印啊，我打五个印的东西，我使得你多了嘛，我想着多打两个印就好了嘛，啊，对不对？啊，尺寸给他啊。你叫我做一公斤的重量，我做两公斤的重量嘛，就是，不是在这样。信教美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古兰神经就是我们啊，信教美的这一个图纸，应该呢就是古兰神经就是信教美的最好的图纸。按照古兰神经，按照古兰经过神经应该的那个事情，马尔曼的就是不准了。不能够凭相信喜爱珍珠的话，跟随珍珠的施展，珍珠就喜爱你们了。啊，信教美不是在评论我想的这样做以后呢，啊，我想着我们地方上哪个啊，这个啊，哪个学家说呢，这个照着哪个做之类呢，因为时间关系之类的，古兰经多了，比如说古兰神经啊，对这方面的因素的批评呢已经多了啊。那么我们大家的话就是要掌握你一个尺寸，信教美就是按照古兰经和神经的这一个命令去做。信教美就是按照真正的施展给我们做下来的这一套，完整的这一套去做。我刚才这个讲到的就是按随难的方式，一般的这个模式，著名的神经上啊，这个穆斯的神经、布哈的神经，找不着一方，说是啊，承认这个啊，不是三次开，说是一次开胜利。那么就哈尔迪斯有两段，最后我们用这两段哈尔迪斯收尾的第一把真正的施展说。啊，那这个二一赛创始的哈尔迪斯，满二米了二百了，来三来一啊，你说嘛？啊，我告诉你，这水刚一进二百里，我被命令过那二百里。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做三十五期也好，做满啊，做神经也好，这那也好，宰多少牛啊，这个费多少就是劳民伤财费多少，这些真正的实战被命令。那么饮下之夜就别得啥，我不再回去。你要费多少力，费多少钱儿？满二米了二百了，水刚一进，所谓的他自己认为是二百里，但是来是二来一啊，不如呢，别到我的命令，真正的实战是我的命令啊，我的命令，我的下属命令叫他做，做了的话他是软的，是满了肚子的意思，是不受差令，被拒绝，别到三老虎，将来不要把他日子别到鬼子。不起作用，劳民伤财，白费力。还有那男孩的是非安慰那好着嘛，来噻，免得无法不要让步。所以在我的教美的事情当中，新创一种，本来不是属于我的教美的东西，它必然被拒绝。就在你花的钱多，在你攒的钱多，在你耗费的时间多，在你耗的人力物力多，那么就在我的教美的事情当中。是哪个人新创出来呢？那么大家以后就是将人只是精短的啊，也就是开挂型的，给大家讲述一下这个情况。信教美就是按照古兰经和神经的这个印子，以后大家干哪个二百里啊，比如哪个介绍你啊，你得上五百，给神经一级啊，就是哪个介绍你
啊，这个金石湖烂岭经，什么跟哈尔滨市遗迹、跟什么遗迹又磨种啊，又么咱的大能咱的好啊，这个出气儿是啊，要不要去闹呢？就是有啥我不能们要要要么闹啊，别的啥我不能们就不晓得劳民伤财了，就不晓得掩耳盗铃，自欺人。我们将来到黑龙江他们自别的会怎么办办呢？那个什么你抓呢？啊，你个招牧羊人，我牧羊人自己呢哈，啊，就这个那个社的自己呢嘛，已经都了不了们，啊，那个社的就，任何人也帮不了任何人的忙了，那个社嘛，从今天晚上礼拜十点到了，我们就，啊，就是不要大家打不开人了，就是，但是穆斯林弟兄，我们本着真理与真理与忍耐互相勉励，啊，教门上互相敬重，这样的一个那个时间呢，与大家啊这个。讲了以上的这些啊，属于教门当中的家常话啊。我阿哥把我那一家就那个拿了米，我吃了完了以后，我老们啊，你们这个看病呢，这个就代表多斯蒂，我们从那特商量下，今天算放多少了？我们还是跟。作为来宾多斯基交流一些东西，我们也就是说的是给大家介绍一些教门情况。那么你说得到早堂熟了以后，我们就请大家请早堂。那么如果是请了早堂也说这个门作为看病这个在商量桥，如果我们地方呢，这个人住宿不还能给我谈了？在《古兰经》当中，各种教经啊，各他为什么种普明之处？二五十米、两十米呢？是一般的逻辑。古兰经昆吞吐海无那拉，发他比奥尼有海无不呼那拉，我也不丢了来从头路过来。那么真主他要教我们的圣人宋老法门和僧人们跟众教亲啊，众教僧说，如果你们喜爱真主苏巴哈那和他哟，你们就跟随我，我就喜爱你们。那么我们平时很多穆斯林弟兄姊妹平时读这个口口声声随时都说啊，这个教门们跟他办呢这个西亚珍珠，我们西亚呢，西亚珍珠的神人，我们西亚呢，那么就包括这个传统呢，这个西亚神人，从老马一路上到马中成都呢，这个每年都要再生这个纪念神人一十六亩当下诞生日子等等那么也就是说一些方式上。方式上已经做错掉了。那么真正的使者说我往法莲和三兰马哈迪斯有命问他外部猫因他们三个兄弟法兰他日路明巴迪比他往拉迪我顺着他外苏林了。真正的使者说在我归真以后给你们留下两斤，只要你们紧紧抓住它，你们就不会误入其中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经典或真正的实战的意性。那么我们人往往是平时在这个没有发生教门当中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口头上随时是形成我们喜爱真主的施展，喜爱真主的教门，但是一到死境的时候，我们就想不起来按照真主的经典，按照真主的施展的这个哈尔迪斯来判决来判决教门。那么就请我们修道们，真主他还有这个古兰经上已经是明文出，如果你们喜爱真主的话，你们跟随我，因为我是真主的钦差，真主的使者从王法林和三兰曼在世的时候
啊，知作者的科属啊，知真如化实，从这个理方讲出来呢，都是真理。古兰经明为观嘛，也归古阿尼了，哎哇，因那我因了，我是因有法，那个真如苏巴含那我他就说，他绝对不会出自私有而发音，真正的实战生活方法还能看来吗？不会出自汉化那首诗讲好，那么就他口头上所表达出来、所讲出来的都是真理。那真正的实战生活方法呢？有三百万，所倡导我们呢，啊，所讲述的都是真理。那么《古兰经》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了，这个多神教徒对真正的实战啊，为什么你只是像我们一样的一个凡人啊？为什么你要形成是真正的清禅？那么这个真主他就跟人说：“古来因南无阿难巴舍母，弥斯卢布有法依那耶。”你告诉他们，我只是像你们一样的一个凡人啊，跟你们一样有血有肉，要吃饭，要睡觉，要生儿育女的一个凡人。但是不同呢，是有法依那耶。我带到了真正的启示啊，真正的实战的话就是带到了真正的启示。一般的人不同的就是真正的啊，是真正太心的啊，这个清差。那么为什么真正他又不启示一些啊，这个听心啊，不启示一些其他的有品位的人，或者是听心这个来当真正的清差呢？那么古兰经里面加入大地上有昂然行走的听心，大地上这个对应上是生活呢，是些听心。那么真主他又叫他听心来传教啊。那么真主这个大地上生活的是人，而其实阿拉伯人当时，所以真主苏巴含那佛他又他进清禅的话，是人类呢，是阿拉伯人的清禅啊，是人类，而且是通晓阿拉伯语音。是用阿拉伯语啊，跟本民族啊这个交谈，能够听得懂阿拉伯语，讲得懂阿拉伯语。那么，所以这个到今天你看我们涉及到这块儿的，你糊涂办的时候的话，那么就会发球上啊，这个综合啊，古兰圣训，今天的发台话上都有这个方面的这个专门的规范规定啊，都有这个方面的规范规定。那么就说是啊，用当地的高母听得懂的语。用当地的高母听得懂的语音给糊涂版，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真正糊涂版的效果。那么像在某些地方的话，这个比如说是当时的人把这个哈尔滨，把这帮古啊，把这帮哈尔滨斯啊，以离干的啊，给特产消化的不够啊，如果说是你糊涂版的人不能讲话啊，不能讲中国话。那么这个就地听糊涂办的人们在那边啊，这个谈论生意买卖上呢啊，做牛生意那么谈牛生意啊，这个做钢材生意那么谈钢材生意，糊涂办的时候呼噜哇啦呼噜哇啦在那边，一毛不能在上面这个用阿拉伯语唱一通，这样的话达到了糊涂办的真正的效果。那么我们今天办教面的话啊，这个古兰经有明文的话，就是真主苏巴含那佛他还说啊，亚依哈勒林那阿曼努阿提尔拉瓦提尔瓦苏勒瓦乌里拉姆的命，他因看到拉姆被神明，他说都不依了拉伊瓦瓦苏里啊，拉伊卡还有我阿僧的太为了，说真主他还说归信真主的人嘛，你们要服从真主，服从钦差，服从你们的长死人。那么就是服从真主，服从钦差，在这里的用词上是绝对服从。服从长死的人，在用词上的话就是啊，长死的人一旦按照古兰经或圣训带领你们信教门的时候，你们就服从他。长死的人不按照古兰经或圣训来带领你们信教门的时候，有违背啊古兰圣训的时候，你们就没有服从他的义务。这个是哈迪斯明文啊，这个啊，对不尊啊，这个违背古兰圣训的伊玛目没有服从他的义务。那么下面说，如果你们在一件事情上
化身真实的时候，应化的交给珍珠及其施加环境。那么就一种教命当中化身事情啊，那么就是来古兰经当中找答案，来圣经当中找答案，那是最优，那是最好，阶级最优美呢。那么就我们在教命当中化身啊，这个真知不下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这个心慢慢冲动，不能凭着海瓦那不思。今早准备要讲呢，就是两个方面。现在教门上啊，这个现在教门上存在的问题，在尊经概述这个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话，出自两种原因，一种是无知，其次的话就是从私有海瓦那夫斯放不下自己的价值。那么我们在教门上一道真知不修的事情，那么就是不要凭主观臆断啊，不要这个凭自己身体吧，凭自己能言善辩。有些问题很危险，阿耶图鲁木纳菲古斯拉斯，唯心思的标志有三点：一到二到三看这一块，我一到五二到阿图来看，我一到五出名的好了。就当和你看法的时候，发光。当他戏弄别人的时候就双用，当他被信托的时候啊，就这个啊，对信托不忠，这是唯心思的标志。另外啊，这个还有一段哈尔滨斯的话增加了这个，当他争啊一任争论的时候，我一到啊就是到达了啊发展啊一任辩论的时候，就是啊这个出印不行啊，出印下流啊，出印这个啊，这个对方的恶印伤害，就是为了压倒对方的，这样不忠不啊不尊重真理，外开古兰经，外开圣经啊，用自己的印字，这样的话就不是唯心思的标志。那么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的就是我们信教门。反教门、信教门的话，啊，是要以古兰经或圣经来做最根本的依据、根本的打法。古兰经上真主苏巴罕那呼和塔尔来说：“凡曼兰米亚昆比玛安扎朗拉，凡乌廖阿伊卡啊，呼姆扎里姆，呼姆鲁卡菲鲁，呼姆鲁穆什里库，临苏用了三家阿亚提。”虽不用珍珠塔尔的方讲的精兵来判定，那么这一些人的话，他们是幸亏不疑的人，这一些人他们是击败珍珠的人，这一些人他们是否认珍珠的人。因为这一种呢，不是在说是啊，古兰经呢这个那是针对阿拉伯人下讲古兰经呢啊，甚至一些自己情感古兰经是。啊，这个是针对犹太教徒，针对基督教徒，这些问题是针对亚伯达那撒罗啊，这个有些阿訇会自己啊，这个啊自己求改。那么就以教门的事情，遇到这个教门的事情，如果不按照真正的经典来判定，反正兰尼亚尔中比马阿扎隆嘛。虽不按照珍珠塔尔的方讲的经典来裁决判决教门的事情，那么这一些人的话，他们是属于击败珍珠的人，他们是属于信亏不疑的人、自毁的人。三界阿亚图，他们是属于啊不信道的人、否认珍珠的人。所以我们在教门的印在上的话，这个一定要掌握，就是啊要以古兰经或圣经啊，来这个来判断教门的是非，要以古兰圣经的印在，要以古兰经或圣经，不是在不能够凭人的想象啊，不能够凭主观的啊猜测啊，主观臆断、主观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啊来这个擅自判断。那么珍珠苏巴罕那呼和塔尔在古兰经当中有名问，
啊，鬼醒珍珠的人吗？你们在珍珠和石渣面前不能有，在珍珠和石渣法印之前不能擅自法印。你们在古兰圣经上啊，这个规定的东西啊，在古兰圣经上规定的这一个范围啊，就是你不能超过古兰圣经规定的这种情况下发表自己的主张。就你个人主张不能够超过古兰圣经的主张，这个是教门的印在，这个是教门的根本啊，不能够这个个人的这个个人的主张不能够超过耶利米古兰经或圣经的主张。就教门上遇到事情的时候的话，一定要来找啊，来古兰经当中、圣经当中找答案。这样的话，我们的二脉的成功才有保障。那么，因为前面我们啊，昨天晚上我们这个学习到了啊，这个任何人的话啊，如果说是他刚已经他自己认为是上功，但是圣人并没有命令过。圣人没有教导，别在古兰圣经的遗迹，大家都是掌握的这个印在了，就没有古兰圣经的遗迹，而刚的遗迹，或者是他自己发明呢，或者是他继承祖辈啊，这个亲辈刚下来呢。虽然刚的遗迹这样的这个这样，他自己主观上认为是二脉的。所以我们提及的不提哪不提，在这里的话提及的不提及哪几条了，对吧？哪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去判断了啊，就是自己去休息，就先不要提到遇到教练的事情的话啊，不要盲目争论啊，也不要这个更多的草根问题的一些问题。古兰经上这个归信真宗的人嘛，了他是阿罗尔南西亚，并徒步在两横在四五层。归信真宗的人嘛，你们不要再吸毒啊！如果啊，显示出来对你们不利的一些问题，亲人就因为问这些问题而丧失了信仰，那么就是不要再吸毒这个一些东西的话啊，这个不要老是问这个为什么真宗的师长礼拜要这样的啊？为什么这个？其实就是很多东西啊，我们啊，为人不知道，就像一个大人叫小孩儿。叫我们的小孩去做一件事情，小孩暂时不理解大人的目的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科学的进步发展，那么人们就知道了。真正的实在从老马那个三那个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在生活细节当中说啊，一到啊。我的儿子保护费他二米阿卡迪孔发阿姆林不发音呢发音呢不费阿卡迪真啊而已经到位我了阿卡鲁大王真正的时代有这样的一段二迪书说，当令当中任何人的事物当中掉进几只苍蝇，那么你们把它按下口再捞起来丢，因为苍蝇的一只翅膀上有道理有毒用，另外一只翅膀上有盖用，那么就是这个真正的实战在世时候讲的话，当时的萨尔盖恐怕就包括今天的后人，很多人不理解的苍蝇，大家认为是很有毒的啊，细菌很多的东西，再给掉到花儿里头，还是弄下去按下去以后再捞起来丢掉，为什么这样呢？那么不理解，很多随着科学的发展。那么就已经清除干净了好几年了，那么就是日本的一个医学博士的话发现了，就苍蝇的一只翅膀上它分泌出一种啊叫活性蛋白一种东西啊，这个就苍蝇的一只翅膀上分泌出来的东西的话有细菌，另外一只翅膀分泌出来的东西它能够对消能够啊是有感应把那些细菌刷死掉。那么就真宗的实战，这个是真宗他有七十个。古兰经上说，假如亲人类、朋友上的人类和神类都集中起来了，要你做一节古兰经都做不到。那么真宗古兰经一百一十四章的话是真宗的实战
在巴罗亚大猩猩，在中他有这七十嘛。那么珍珠的吃在创造为什么成功？那么是因为有珍珠，他还有苏巴汉的货，他还有做坚强的后盾。珍珠他还有这样的这个做坚强的后盾。我实在的，在国内分散了珍珠的实战，受过成人生病的人就跟他交代，一日别仅别受过高等教育，也别受过普通教育，一日学堂的别带进过。这个小小的就是帮人家放羊、放骆驼这样的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孤儿出身，就才能够所以教门的话，必须按照《古兰经》，必须按照真宗的清禅。真宗的清禅的话，说出来速度嘛，我们伊斯兰教伟大就伟大在那个不像基督教徒把他们的圣人拿来当主宰和崇拜。我们的圣人的话，我们念了清真印做真印当中二不独步而四不独步。就是要强调真正的清查是真正的奴婢，魔神算了老板还是非常是非常微妙，但是可在微妙，这是真正的清查。而且还强调是二不独步，真正的奴婢不能以真正同时崇拜。所以真正的实在也不留画像，也不留肖像，也不留还有这个不是人的崇拜。我们这个但是拿仅仅世貌的话来说，珍珠的钦差就是珍珠的亲亲代表，就是珍珠他有的大印人。那么我们在信教面当中的话，珍珠的钦差咋个说，那么就是我们尽力照着咋个做就不会错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大家的话，这个要重视休息要重视这个，只要重视休息。那么就说到休息的话，我讲到我们讲的二课上，昨天晚上我讲到